云林的陈妈妈表示，全年贩售的洗发精浓度较低，在我们特制的液体跑道上，比较稀的全年洗发精将会率先抵达终点。比赛开始，双方互不相让，气氛相当紧张。到底是谁先到达终点呢？让我们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实验证明，便宜一样有好货。